嫌阿嫲啰嗦唔煮饭，五亦孙仔菜刀行凶。姓黄嘅疑犯指住个，就系佢为咗亲饭杀咗90岁嫲嫲嘅现场。现年25岁嘅疑犯父母出咗去做嘢，得翻自己一个住。家务通常都由嫲嫲代劳，但系佢嫌老人家啰嗦，又成日摊大手板攞钱，老人家对佢依然不离不弃。星期日朝早，伍奕孙起身饿到打鼓，但阿嫲就去咗摘花蕉。伍奕孙冇饭食，嬲到震啦，竟然拎刀落菜园，一刀斩落阿嫲度。结果嫲嫲中刀之后倒地，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致死。疑犯亦都因为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。